光荣退伍，回到乡下，积极发展家乡的乡村振兴。这座岁数比我还大的老房子，有十多年没有住人了，院子里已经全都是杂草了。接下来，我将把它好好改造成我想要的样子。这里就作为我发展乡村振兴的第一站了。先看看房子还有没有电。看来只能先收拾房子了。先换身衣服，然后开始干活。